巴益橡胶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年，公司地处山东省枣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邻京沪高速铁路、京福高速公路、京沪铁路、104国道和京杭大运河，地理位置优越，发展空间广阔。公司由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巴一水煤浆热电公司、青岛赛伦股份公司共同出资建设，占地500余亩，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工业收入50亿元。2006年8月1日，一期工程顺利投产。2010年投资兴建二期工程。2012年6月全线贯通，目前已具备300万套全钢子午胎生产能力。2010年全资建设了益和橡胶输送带有限公司，参股建设了新远大泰国橡胶公司，立足高端市场，引进意大利、日本、德国等世界尖端的生产设备，率先采用了一系列先进的工艺系统，其中国际领先、国内先进的 SSM 一步法低温混炼技术，被山东省政府认定为自主创新专项立项项目，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及各类奖励1400万元。ARP 浇料自动准备系统属国内首台套，自动化程度高，有效节能20%。白炭黑湿法炼胶工艺的应用，解决了大量使用白炭黑的传统工艺难有效分散的难题，有效降低了轮胎滚动阻力，提升了轮胎使用寿命。国内领先的高精度全钢液压硫化机被国家工信部列入子午胎关键设备一条龙项目，公司自主研发的钢丝圈包胶机热贴技术和预分散母胶粒在轮胎中的应用技术，通过经信委新产品鉴定，一致认为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公司将科技和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先后建成了 CNAS 国家认可实验室、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技术中心、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省内多所院校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和产学研基地，多渠道引进和培养人才，形成了轮胎研发所必须的力学、机械、高分子等多学科创新点。公司的研发团队还被山东能源集团授予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称号。按照差异化、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先后创新研发了39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其中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外观设计专利30项。公司顺利通过了国家强制3C 认证、美国 DOT 认证、美国 Smart Way 认证和 ISO TS 16949、ISO 14001、OHSAS 18001等管理体系认证，完成了中国橡胶协会绿色轮胎标签审批，成为率先取得中国轮胎标签的全钢轮胎企业之一。历经多年市场洗礼，公司已形成以巴益为主导，益路行、稳路德、平安路、安诚、安速6大品牌的全系列产品。输送带公司形成钢丝绳芯输送带、分层输送带、PVC、PVG 输送带4大系列上100种规格的产品。其中，巴益品牌采用全新的 VI 设计，以中长途轻卡产品为先导，对标国内外一线品牌，以强烈的外观视觉冲击和优质的内在质量，努力实现外观、品质、渠道的全方位超越。
迈进国内一线高端品牌行列。依靠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的营销理念，公司全方位立体化地开拓国内外市场。通过冠名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八亿轮胎杯、全国汽车场地越野赛等一系列推广活动，提升市场知名度，树立全新品牌形象。目前国内经销商已发展到200余家，销售网络覆盖全国，成功打入亚欧非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成为陕西重汽的指定供应商。作为山东省橡胶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连续多年被认定为山东省橡胶行业50强、10大专家级单位之一，连续4年跻身全球轮胎75强，荣获山东省科技金桥奖和首合同重信用企业。平安路被评为山东名牌，八亿品牌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列入山东省重点培育的国际自主品牌名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站在新的起点上，八亿橡胶公司将紧跟山东能源的先进理念，坚持品牌创新高端的发展战略，精心打造高性能高品质绿色环保型轮胎，努力把公司建设成为管理先进、科技领先、品牌卓著的一流企业，向着打造百年企业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路有界，行无疆，八亿轮胎畅行天下。